箴言第31章第28节，她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没错，现在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神建立教会的时候，就让教会有很多这些工作。当然身为一个牧师，我在这么多年当中，我都会分配很多不同这些工作要完成的。有时候根本教会是需要装修，有时候你给了钱都没用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装修事实上用了教会很多奉献，是不是？牧师不能够做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不能够做一样东西就是说，哦，因为这一次的装修然后我们筹一个特别奉献。不是的，牧师做的应该是将量入为出，就让所有奉献到了之后，然后就是看看每个月的时候怎样去收支平衡，然后并且无论是装修啊、修理啊，或者是搬会堂啊，这样。在于很多有钱佬呢，这些就看不过眼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动到他嘛，啊，即是动用到他了嘛，是不是？真的，你知不知道在这么多年当中呢，我发觉呢，我们量入为出底下去装修教会啊，或者是做搬运啊，等等，直成呢，有些尤其是其中一些富二代呢，直成呢，一对一再去编去做搬运呢，他发浪礼去走啊，直成。这样的败类都有的，你知不知道？因为在他来讲呢，俾少少钱就可以俾人搬运啫嘛，你点解呢间教会嘅牧师唔做呢样嘢，要动用到我哋呢啲有钱佬或者有钱嘅富二代？我想问你知道，我就算教会拥有呢奉献，啲钱都唔系咁使噶啦，你知唔知道啊？系一定要量入为出噶啦，唔通每个月啊，我将教会嘅奉献当中咧十分九就浪费咗喺呢一啲为咗使啲有钱佬唔需要帮手、唔需要油油、唔需要搬运嘅情况底下咩？是不是就是要这样这样浪费钱，这样洗法？当然这个有钱都自己在家可以去这样用钱法，但教会本身是有一个冧心，有一笔的钱，而这笔钱是量入为出的，是用在教会当中每一个月或者每一年的消费和支出里面的嘛。所以变成有一些是有，如我所说我们有人力的话，我们就不会动用物力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动用了之后我走去借钱，难道动用了之后我走去筹钱？原来是这样，有钱都就是想着这样，他想着就是你想动动我，是不是？我给个奉献你觉得不够，你就来求我咯，这样。 你明白我讲的什么？就是这些人呢，成日觉得有钱就万事通，这一种这样的情况。而但是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懂开解自己。就如我所讲，一个有钱佬以前来讲带着牛羊一路上这个圣殿山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遇到很多烦扰的事，这些问题啊，或者甚至死了些羊啊，或者有些羊走失啊，或者个过程当中他发敏感啊，觉得啲仆人不懂得去带啲羊上去圣殿山啊，在过程当中要付出很多这些东西的，是不是？但问题那个过程就是神要他付出的东西，明白我讲的什么？所以变成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发觉呢，通常到后期呢，那些有钱都不抵得呢，就要争住做执事回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这样可以指示晒成间教会当中呢应该点做，应该点做，唔使喐到佢啦，唔使话浪费佢嘅时间啊，佢觉得佢拎咗钱出嚟咪得咯，即系呢个就调转，就如我所讲啦，去到最尾，你使乜烦我去带牛羊鸽子翻嚟啫？我直情拎钱嚟一路喺圣殿换呢啲死咗嘅呢一啲嘅动物咪得咯，系咪？呢、这个就系典型，你会睇到到最尾点解你会奇怪啊？点解有钱佬会做呢样嘢咧？因为原因在有钱佬嚟讲咧，佢觉得佢唔咁样去搞嘅话咧，你烦到佢系咪？佢专心赚钱，佢专心去享受呢个世界。但对于教会来讲，啊，你有钱佬愿意去做执事会，而并且很多东西不用我特别筹钱，你不够钱的时候你自己拿钱出来。对于这些败类牧师啊、神棍牧师啊，他又觉得好的，甚至他觉得天经地义。但问题如果主耶稣在这里的话，他就一定找鞭子赶走了这班执事会。明明我讲的什么？你见不见到个图片？那个图片就是说这班执事会高高在上。因为其实我都去过好些基督教会，我记得当时我去多伦多那间宣道会就见到呢一啲啦，即系眼高于顶嘅呢一啲吓有钱佬执事会，佢哋直成系已经系失咗咧，根本信仰系啲乜嘢？而并且咧，你能够想象啦，基要就系因为常常系有咁嘅现象咧，点可能有恩高啊？系咪？绝对冇可能，因为佢哋嗰种做法咧，已经系用钱去换呢啲嘢，但系问题佢唔知道恩高系唔可以用钱去换嘅，恩高系直成系用你个内心嘅内涵同埋配得去换嘅。明白吗？不是说每个皇帝有钱的话，就先知就要高去做皇帝。不是说每一个人有钱的话，就可以买到先知高去做祭司，高去做先知。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啦。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人才得嘛。
而但系问题神其实喺神嘅家里面系设计咗呢啲嘅问题，而事实上所以你会睇到神嘅家其实每个时段当中所面对嘅困难啊，我相信我哋教会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啦。每个时段遇到嘅困难啊，嗰啲困难都系神预定咗嘅，系为咗塑造喺个过程当中咧，好多人咧佢能够有呢份谦卑嘅心，有付出嘅机会。但系记住，你一定要铁一样嘅记住呢个事实，就好似我哋教会咁，我哋有呢个双水事件导致我哋哇，当时嘅年轻嘅小朋友啊、学生都识得喺嗰阵时咬实牙关去付出，系咪？但系问题，我想你知道，唔好到你有钱嘅时候咧，你付出嘅反而仲少，明唔明啊？你以为咁样可以会等你啊唞一唞啊轻松啦，或者系因为有钱啊嘛配得啊嘛你，但系咁你慢慢会发觉咧，有好多嘢你珍而重之嘅嘢会失去咗噶，你嘅幸福会失去，你嘅健康会失去，你嘅寿数会失去，但系你唔知系因为原来你做错咗某啲嘢而导致你失去嗰啲嘢。我话你听，你宁愿烦啲辛苦啲。落手落脚去帮手喺教会侍奉，我讲紧你系亿万富翁啦已经，但系问题你咁样赚翻你个健康已经抵翻啦。你想坐轮椅喺你屋企咁兜嚟兜去啊？定系你唔使揸拐杖底啊？你已经可以去全世界和乐迪士尼每年去出去玩一次啊？明唔明啊？即系话喺教会当中去到最尾啊，点解呢个牧师啊去到呢个时候，无论装修啊成啊，都会让一啲嘅弟兄姊妹啊清洁啊，都喺度帮手嘅咧。咁我可以请啲工人俾你啊。咁但系神嘅圣殿啊，几时话过就话利未人你有钱嘅时候，你走去请啲菲佣去做啊？咁样啊，请啲印佣去做啊？佢唔系噶，佢系要翻利未人最尊贵嘅利未人祭司亲自去做噶嘛。而有钱人就更加系要亲自嘅带啲牛羊鸽子上到嚟呢一个嘅圣殿嘅。呢、这个过程当中系讲紧我哋个人同神之间嘅关系。不是你给钱之后叫菲佣建立一个代理去建立一个同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嘛，你明白吗？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献感恩祷告，我将心意尽诉，常献上纯全敬拜，每天求神引导，盼为神作善功，我心倾出美好，怀中箭那管困难，永不犹疑或退倒，心决定靠着耶稣往永生路途，凭着信心前往，踏过巨浪波涛，心自然每日行切祷告，愿能前方好一生精彩美好，被神引领，愿靠着我主应许显宏图。